板呢，两个颜色，白色跟就是类似像砖红色，嗯，它是条纹的哦，撞色条纹，我穿起来大概这样。这款的料子算是比较薄一点的，它是麻纱。你看它的那个条纹配色是像这样子，白黑白黑的。对，然后是排扣的麻纱雪纺，所以算是蛮轻薄的，穿起来是蛮舒服的，不会刺肤的那一种。像这样子，这款呢，我觉得这款就是要看胸围，因为它是一整排都是排扣的。它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袖子算是有点稍微比较长。你看这边，其实这个啊是有扣子扣起来，然后不扣起来其实也是很好看的，不扣起来也是很好看。我觉得这一款啊不会说到很透，就如果搭白色小白的话是很 OK 的。过熟悉，对吧？半个熟悉，然后过半臀，像这个样子。两个颜色